蛤蜊、鲜虾、鱿鱼、鲍鱼、干贝、鲷鱼、螃蟹，还有龙虾，一次吃光光，太夸张啦！太刚好，我是梅森，今天来到台中最有名、享受101海鲜塔的巴德斯，先标记身边的海鲜控，再继续看下去吧。他们家的海鲜塔整整叠了8层，最下层还是吸满上头全部的精华熬煮成的超痛风火锅。他们家还有超鲜美、面条超 Q 弹的巨角威蟹面和海鲜太太意大利面，再搭配沙拉、炸鸡还有饮料，来这里没有被喂饱饱是不可能的。我想这么新鲜、这么原汁原味的呈现，应该没什么好挑剔了吧？赶快揪团一起去吃超级猛、上桌都会哇哦的海鲜塔吧！晚上要小声一点哦，拜拜。